哎，宋总，你觉得咱俩关系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你给我买辆法拉利。凭什么？咱俩关系好啊。关系好，我就得给你买。咱俩认识得有三年了吧？这三年的交情，你给我买辆法拉利怎么了？你又不是我男朋友，给你买什么法拉利啊？那你就当我是你男朋友吗？我不介意啊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这最近卖了这么多酒，挣了这么多钱，你给我买辆法拉利过分吗？我挣那么多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什么话？你说的什么话啊？你买不买吧？不买咋地？不买咱俩绝交。神经病吧你！行了，我算是看出来了啊，你不越有钱越抠啊？得啊，法拉利我不要了，那你把这辆车给我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又套路我呢。你压根就不想什么法拉利，你就贪图我这辆车，是不是？那你给不给吧？给你，想得美。行，那你这法拉利也不买，车也不给，那咱俩这交情500块钱你得给吧？500还行。拿钱。这边。谢谢阿宋啊。你是不是就贪图我这500块钱？什么跟什么？站住！